蜜瓜的甜滋味。哎呦，看起来就是爆好吃的，咱一口吃啊，讲一下口感怎么样？我想说也最近很辛苦啊，要榨果汁给你喝，可是单纯果汁你喝起来又无聊，必须要有我的 DNA。对，我刚刚咬一口，可以。这个苹果厉害的，怎么样？苹果生气会变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红来。为什么？苹果生气，伊来派嘛，对不对？派的苹果 ，pineapple。凤梨。哎，就是凤梨。好无聊，你现在对我的笑话越来越不吃了。那我问你嘛。好，哎呦，今天有备而来哦。问我什么？什么水果最会打招呼最有礼貌？香蕉。嗯，不是啊，不会啊。它是什么？柿子。为什么？柿在哈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打果子柿在哈喽。我跟你讲，打果子是有目的的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要体验什么。那如果带我们体验的学长学姐觉得不 OK， 我们就喝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五味杂陈汁。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体验超市店员。形态从播出到现在，我好像也没有样赢过你的哈。哎，对啊。我干嘛还？我干嘛要发明这个？对啊，你怎么还敢发明？取消取消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相信今天可以。我今天还特别帮你准备一首应援曲。你是参赛者，然后我还需要参赛者来帮我应援呢。对，来来。新的啊，最红的。哎呦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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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就是玉，就是玉，玉玉，零就是零，就是零零零，加一加一，彭于晏，威廉神，玉林哥，耶！掌声鼓励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刚刚你在那跳应援的时候，旁边一直有一个痴汉。不要这样子说人家。你进来，那你是林湘的粉丝哦？对，我是他的粉丝。不能打艺人的粉丝，要打艺人。是不是今天带你们两位体验的学长？啊，我今天也没带什么东西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！对，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动作好像是在哪里训练过的？你带我去的。但是说真的，你是林湘的粉丝吗？对啊，我有看救生员那一集好像。哦，谢谢。我想这个哈也是设配一个，他就不讲别集，专讲那一集。因为我看你们都有在那个跳场景，然后希望我是等下会站在中间。他很懂哎。他很懂。哎，这个超市还蛮大的哦。嗯，这个是我们今年全新推出的一个名字，叫 Mia Stone。啊，我们等一下体验要先体验什么？我们等一下会先体验，就是做品检还有补货的部分。补货距离这有点距离啦。啊，我刚刚有听到你的心愿呢，说希望跳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就来。你在中间就没有意义了。好，好了，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嗯，一次5000块哦。哎，你刚刚摸过了，我刚摸你一口。来，手牵手，来，牵你牵久一点。来，一秒钟10块钱。好，啊，就我们在那边站2天。你有女朋友吗？结婚了。哦，结婚了。来，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来给镜头看。来，那个他老婆，看清楚哈，男人就是贱。3、2、1，跳啊！厉害了。捕获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品检。看新鲜度，不好的我们就会把它下架。那我先下架好了。没有错。像这个是不是不太理想了？像这个是不是有点过红了？对不对？苹果红了才好吧？苹果红了，意大利的医生脸绿了。那是番茄。对，它如果外表比较软啊，这种啊，就对，我们就会把它下架。哎，那你如果遇到处女座有强迫症的？这颜色怪怪，你是不是就是处女座？哎，对，你遇到他，你麻烦大了。他现在在忍哦，按照他的真实个性哦，整篓给你放进去，他都觉得这个不 OK。刚好我也是处女，你也是处女座，哇哇，你们两个双处哎，这鞋好像不太好。
哦，好适合在一起哦，你们两个。啊，像这不够，不是要补一下吗？这边会有，今天刚到货，这边就是要补。哦，要补的，要补的。对，来来来。那要补的话，我们要注意先进先出，旧的要放前面。嗯。啊，新的摆后面。啊，女朋友旧的要摆前面，还是新的摆前面？我摆前面。那不摆前面。这区一看就是高档水果区。要吃吗？我特别喜欢麝香葡萄。哇，你这个妻奴！这个你们在卖的，你当时可以开给他吃哦。这个我等下可能要自己先。啊，这么感人哦！哎，真的是林香的铁粉哎。嗯。哇哇塞哇！这个回去没有会算盘要往下去。哎，好好吃哦。要一个。嗯，对啊，不然呢？这个，这差不多要50块。什么50块？它吃起来像糖果，没有籽，而且很脆。很甜，超好吃，是很甜没错，但是你比这个更甜，葡萄嘛，嗯哼，对。那你知道哪一种人都买不到葡萄吗？是 rapper， 因为他们就是又又葡萄又，我要一盒葡萄又又，他只能买到葡萄又。我觉得其实可以吃哈密瓜，要知道哈价，按那几量，你说要1999。应该很啊，林香想吃，林香想吃。哎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还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大鱼大肉吃习惯了。对啊，是林香想吃。哎，对，你等一下应该不会吃吧？哎，我就赌你不敢切下去。你卖给我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我笑你不敢，我笑你没。那我们爸爸。我只是在考验他对你真心到什么程度。用讲的说多爱你多爱你，那不用花钱啊，那就凸显不出他讲这句话的价值。哎，真的好感人哦。你为了林香，然后抱着这颗哈密瓜去跟你们主管恳求，林香，要表示一下，表示一下。希望你可以成为我们这艘成功的哈密瓜。你是哈密，他是瓜。对，是哈密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切你瓜。对对对，如果我今天有桌子，我就切给你吃。啊糟糕！哎，你给我出一个难题。哎，我干嘛打你？因为我想吃。看到黑影就开枪，真是的。哎呦喂呀！哇，好甜！哦，你慢点，你不要这样子！你结了啥鬼？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你在图什么。哎，来，你做一个拍广告吃哈密瓜的神情。那可爱的人做什么事都可爱哦。哈密瓜的甜滋味。哎呦，看起来就是爆好吃的。哎，我发现你很好用哎，以后你借哥用一下，就是要出去招摇撞骗的时候，你就借我用一下。好，来来来，继续。哎，既然吃人家哈密瓜，我就认真一点。嗯。我先请，先回避一下，因为我们两个有事要瞧一下，也不知道谁输谁赢。但是我自己蛮有把握的，我才有把握。芹菜，很恶心呢，你不要搞到后来自己喝。我跟你讲，香菜。哦，哇，这个好浓郁的香菜味，就兜一点点就好。就，哦，这个焦类都是我害怕的。哎，这果汁机好厉害哦。哎，你看动起来了，你看跟漩涡一样。哎呀，它也冒泡泡哎。来来来，漩涡。哎呦，来来，你闻看看，闻看看。对对。啊，我刚刚怎么做那个不敬的动作？你别忘了你刚刚拿我钱的故事了啊！你不要被爱情冲昏头，对，所以希望你做出啊凭良心的决定，绝对不会被什么美色影响。对，来，请选择。你真的是妻奴，你没有救了你！你结婚的人，你看你现在要走，你跟你老婆讲几句话。
节目效果。那关于你拿了我的钱这件事情，该不会我的哈密瓜你就从里面扣掉吧？没错没错。谢谢玉林的哈密瓜。哈密瓜一颗2000服务费4000。哎呀！哎呦喂呀！我跟你讲，你没喝到真的可惜了。虽然你赢了，你喝一小口试试看，不用那么多。对对对，来来来来，你愿意为他做这件事吗？对，来，我要赢过你，林香是我的。讲一下口感怎么样？还会流眼泪耶！赶快接，赶快接！你在干什么？来，李湘，赶快给他李湘，赶来啊！接到来吃吃吃！哎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干嘛？接下来就会到牛排。好，刚好吃完菜配个牛排，刚刚好。来，来去厕所。一二三，哇！哎，啊，这里怎么不是厕所？这是哪？哎，你是谁？我是煎牛排的师傅，该不会也是林香的粉丝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？哎呦，那他对林香一定非常的了解。哪支球队？梦想家。篮球。B， 一共是520块，520。赶快按下右下角的订阅，支持威廉省欢乐颂。斌哥，你应该让他去拖鞋，你今天可能会输哦。啊，所以他等一下也要评分。没错。不要给你主管看到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现在在网络上卖要70万块。等一下。我的头发。价格已经来到一张7到8万元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把这个哦包在红包袋里面。哦。啊，等一下再剪他一点指甲这样。不要瞎掰好吗？现在在超市还要学会煎牛排。是啊，没有错。客人买完牛排，结完账，就会拿过来再煎。你讲个笑话取悦一下林香。好啊。嗯。你知道日本和牛的英文怎么念吗？和牛，我不会和牛英文。昨天我的很好。好无聊、哦。哦，哎，你实在是哦，哎，那算会撩妹。来煎牛排，啊，你要边煎边讲哦，因为我们要学。这什么牛？雨下，澳洲雨下。菲力是牛的哪个部位？身体。身体。林香，如果是你老婆，你会煎牛排给她吃吗？会会。啊，煎完牛排，她又要求要炒饭。好啊，有这种事吗？好喽。哦，来来来，哎，好笑的是我们从头到尾到现在也没煎到，为什么要戴手套？你告诉我。哇，哎呦，娇嫩欲滴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，好香哦！跟你一样香吗？好香。嗯。哎呀，很嫩哎，看它外表这样煎的焦焦，它吃起来超嫩。哦，有个 OMG 的啦！你的责任很重大，嗯，你要凭良心哦。上面那个医院有没有妻奴啦？不管我做的多好，他都说他好。我相信你不是那一种人，你是吗？来，在这块的煎法不一样，因为三块要放油嘛，这块就不用了。对。你来跟谁打招呼？我在27、28，我在29。好。哎，是不是差不多要好了？可以了。香香。好来。好。要试吃哦，你是评审团的团长。哦，这张我学起来，等一下我也要这样。面有蓝色。讲口感可以。内软，我会有外脆内软。外脆内软，嗯，哎，来哦，是可以的哦，是外酥内软，嗯，真的是外酥内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我给自己满分，刮目相看呐，
轮到哥出手。身为一位牛排达人，洗手式是非常重要的。来了，哎，是不是要放不下去了？你觉得呢？我靠，你讲话怎么那么装逼啊？你刚刚对他这么热情，这边我觉得，算了，我回家了。人莫夫人，要加油吗？我自己决定。哦，要等一分钟，对。啊，你怎么被插播啊？是不是坚持过头了？有点过。管他的，反正我也不懂，看到什么就加什么。你干嘛？我不能加这个，怎么了？加这个会怎样？牛排会更好吃。会更好吃？你是把我银铃香哦？哎呦，被我发现这个秘密了。哇，哎，原来那个粉才是关键呐。哇，好香哦！完了，这个一定会碾压林香刚刚那一个，这是为您精心煎好的牛排 ，for you。我先吃上看。哎呦喂呀，小和家哎，小和家，我要小和家。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阿如明心里有数了。我们那个评审团讨论一下，不要让我们知道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到惩罚区呢公布结果。嗯 ，OK。哇，这个哦，看起来很美，对不对？是水果，但是可怕在这里，这个是各种调味料。哇，这几样加在一起，再混合水果的味道，真的是妖兽谷。好可怕，水果基底。对，加一点香蕉的味道会更好。可以可以，香蕉皮可以吗？对，可以。那红萝卜来一点哦。差一点了吧，听个啊，蛮含蓄的哦。哎哎，被人家嫌呢，我这辈子哦最怕人家说我含蓄。太这会太丑。来，调味料你先选。胡椒粉。胡椒粉哦，哦，胡椒粉也很恶心哦。家属看过了、哦、来盖子，这个疗愈哦，哇，哎呦喂呀，好恶哦 ！Open， 呼吸，怎么样？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，但是就不晓得喝起来怎样。现在是拉，哎呦拉塞嘞，拉塞嘞，哎呦，哎呦喂呀！哎，如果这杯调制成功，你们今年尾牙哦，就建议主管，好不好？输了就喝这个。我们要由阿鲁米来决定这一杯的苦主会是谁。经过评审团的激烈讨论，选出的获胜者是先生。你有没有被美色所诱惑？没有，我绝对是公正。你凭着你的良心，玉林哥煎的有点，加那个粉没有加分？有加分，那个是香味，可是重点是口感。我先吃看看哦。我跟你讲，它不是难喝啦，它就是木头啦。啊，你沾一口吃看，可以啦。怎么样？像什么木头？怎么？喂，你帮我解决一点点，对你有责任，因为你是师傅。好，剩下我把它喝完。哎哎哎，你留点给我喝，你怎么都把它喝完了？哎呀，你真是的啊！那我还是说声谢谢你啦。谢谢你九五二七。那接下来还有吗？收银结账，收银结账，对，好，看到钱我们最开心了。对，来收银结账，麻烦结账。那、啊、你每次吃那么多蛋干嘛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来来来，多少钱？对，好，一百，要袋子吗？要。那再一块。好。确定。好。再一块
永远在一块。神经病。结账吗？对。这个客人长得蛮帅。哎，请问你单身吗？单身吗？有这种店员哦。所以你需要纸袋吗？好，就有纸袋。再一块。再一块。再一块。还有。还有。然后这是你的发票。来，评分，您像这样子 OK 吗？可以。一到十分给几分？分。哎。哎哎来来来，这个客人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服务至上，客人优先，来，先护手一下。哎，对，来来，那自己的为什么？对对对，哎，丈夫满意吗？满意满意。哦，有的。来来来，哎哎，请问要袋子吗？要。要袋子，再一块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再一块，永永远远，再一块 ，OK。OK。啊，最后一定要有个仪式感。谢谢客人，欢迎光临，谢谢。来，上海请慢走。来，楼梯在左手边，下次再来。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。哎，怎么样？刚刚我们啊，经过三观你也都看在眼里哦。啊，虽然站在这里，他都一直在看。我跟林香今天表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100分。哇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感动哦。各位，来。OMG OMG OMG！ 我们要提供澳洲金牌凤凰和牛，我们要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。什么这么好？对，两个名额。对，那要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。对，这四件事情缺一不可。开启小铃铛。对，那五件了。对，五件事情。这五件事情做完以后呢，就可以有机会抽我们澳洲金牌凤凰和牛。喜欢林香就要继续支持林香，踊跃留言来支持林香。林香这个时候呢，需要大家的鼓励，需要大家的支持。对 ，OK， 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下集见了。OK，See、okay, you together forever， 拜拜。拜。哦，哎，没有看过这种黄果黄果龙果。对，这比较特别。对啊，哎，这真的比较特别。我们都以为火龙果是红的。或白的，啊，对，不是很多人上大号的时候以为自己快死了，有没有？我那天故事很精彩哦，就是我有一天在大便的时候，然后你能不能说排泄就好？啊，我有一天在排泄的时候，然后我要站起来说擦屁股嘛，不是大家都会先擦屁股嘛，就看到哎，怎么红红的？然后后来我整个看马桶哦，对，全部都是粉红色。哎，那你一定大吃惊。我整个觉得，这就是少女的便便。